国际马术盛事香港马术大师赛将会在2月15到17日在香港举行。这项被誉为室内场地障碍赛大满贯的五星级赛事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骑手参与。记者在14日就来到位于香港亚洲博览馆的室内比赛场地，看到各项的设施已经基本准备就绪。在热身场上，骑手们正在积极备战，而代表中国香港出战的女将赖晶敏和梁巧玲表示，面对世界顶尖的对手，虽然是有压力，但亦都因为这样可以累积到宝贵的经验。这是一个五星级的比赛，但是有机会跟一些世界顶尖的骑手可以就是对比呢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和经验。Stress is always present for me when you want to make a good result, but I'm very excited this year because I come in with a lot of experience. My horse feels in form.